大年初一，我们来到斯里兰卡 Candy 的佛牙寺。据说这里有一个佛的牙齿，然后所以就会吸引很多观光客到来，然后感觉这是一个宗教很虔诚的国家，而且大部分的人都穿白色，然后手上捧着花。然后因为佛牙寺是很著名的一个寺庙，所以进去都要过安检。而且很神奇的是，它的安检还有分男生跟女生，很有趣吧？